主料：土鸡500克，鸭蛋中500克。辅料：葱姜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到2小时。准备和所有材料，鸡肉和菌子都切小块，将所有材料放入锅中，加入姜和适量水炖2小时左右，最后放入盐、胡椒粉调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因为野生菌很多是有毒的，所以自己不要到山上去摘菌子食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